好，来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来，抽一下。抽到我了，先打到眼睛，打到下巴。对，来这。我也有点。没事，我脸长这么大的空间了。打这块就还好。对，这块。不要超过耳下就行。试一下这个距离，就手直接搭着你。慢动作，对，刚刚好。然后再一抽，眼泪飞出去。真来一下就好了。你要是亲自抽出来，得扇好几次。这一张是很重要的，但是第一次那个抽奖肯定要打很多条，打不出。